香港警方继续为我哋守护香港，了解各部门工作嘅情况。我哋都系本住帮人嘅心，回归社会咯，互相尊重。点样喺唔同嘅范畴心系社会，以专业精神服务市民，对呢个社会有责任。全新一辑《守护香港的故事二》，星期六晚10:30，香港开电视77台。